今天有好多的奶酪棒哦，发奶酪棒咯，给小兔子一个，给猪妈妈一个，给小鸭子一个奶酪棒，再给大鳄鱼一个奶酪棒。这两个奶酪棒啊是我的。妈妈还没给我呢。啊，宝贝啊，妈妈还没有给你呀。你看妈妈的记性都忘了，来给你一个，谢谢妈妈，我吃一个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哎呦不行，妈妈呀有点肚子疼，我要先去个厕所，你们帮我看着点啊。好，我要去个厕所喽。可真好吃，我还没有吃够。哎，妈妈的在这，我吃妈妈。小朋友们不要告诉妈妈哦。哎，妈妈的也被我吃完了，就剩罐了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我上厕所回来喽，我来吃我的奶酪棒喽，我来吃我的奶酪棒喽。哎呀，我天！我奶酪棒怎么没了？怎么就剩一个皮儿了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呢。小兔子，是不是你吃了我的奶酪棒？不是啊，猪妈妈，是不是你吃的我的奶酪棒？是。小鸭子，是不是你吃的我的奶酪棒？是。也不是，是不是大鳄鲨鱼吃的？是不是。啊，怎么都不是啊？你捂着嘴巴干什么？是不是你吃的，宝贝？是我的。是我自己的啊，那我的奶酪棒去哪里了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是谁吃了我的奶酪棒吗？